简单的做一个 room tour， 我们的房间在 Vince Hotel 2609。哇，厕所还蛮大的，最重要的是它干净，漂亮哦，这个镜子。简单的三天两夜，我们的床还有咖啡，还有这个镜子，好漂亮。窗口外面是没有风景看的。这个是电梯哦，我们现在来到八楼，有游泳池，好漂亮的吧。这个漂亮，好漂亮哦！重头戏来了，泳池。专业一点啊，喂！酒店的 lobby， 我很喜欢这间酒店的一个function， 就是你看，它有 popcorn， 任你吃哦。爆米花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酒店的早餐。看这边，它跟昨天的不一样。
很多糕点。这是什么汤？粥来的是吗？肉，猪肉粥。他这间酒店的一个好处哦，他的厕所是吗？比如说你的飞机是很夜的，六七八点晚上的，然后你可以在这里寄放行李，过后你回来拿的时候有的冲凉，冲了凉才搭 Grab Car 或者是德士去机场，很好的设计哦。24小时都有 welcome drink， 有驾车的朋友也可以寄放在这里，免费的驻车场。好，我的房间在6楼，等下去泳池。这个酒吧是傍晚才开的，晚上很漂亮哦，这个酒吧。泳池就在那边。这个 CP 的烧鸡翅膀，还有这个超好吃的。没有，刚好。